点，我们当我们要把它转过来这个点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的前轮轴要到达这个位置？退后，不管是前进退后，你要在这个位置转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位置传过来的时候，也就是你的什么前轮轴，有没有轴心要在这个位置转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宽度是多宽呢？你要预留这个空间嘛，对不对？刚开始的时候，有些人知道说我的前轮要在这边的转，可是这边的空间要留多少？站板宽。站板宽。超声宽。20公分。20公分有办法转？你用甩的吗？留多宽呢？留站板前端一直到前轮轴的宽度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你转过来的时候，你才有空间嘛，懂吗？哦。所以呢，如果量过来的话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所以你必须要让你的车子稍微靠这边一点，可是你们后退的时候都一直往这边靠，好，这是第一个位置，懂吗？所以呢，第一个位置你的眼睛要看哪里呢？白。哦，那个白点不要看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不是都看白点吗？哦，你要想说，我要在这个位置，好，大概这个位置，好，大概这个位置，也就是我的轮轴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就要转。那第二个呢？好，转的时候呢，我必须要看什么？看这个地方。当我的站板转过来的时候，我必须要看着我的站板大概什么一个拳头宽。当这边站板一个拳头宽的时候，另外一边站板宽度就是一个拳头宽，哎，这样懂吗？好，来示范一次给各位看哈。好，当你推到后面来，哎，好。当你推到后面来，你要把这个宽度，第一个要把宽度留出来，这个宽度留出来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前进的时候呢，有没有转？这是一个站板宽，从这边延伸出来，是不是一个站板宽？一个拳头宽。一个拳头宽。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所以你在后退的时候，不是一致的后退，不是一致的把这个轮子对到这个就好了。你的重点是要把这个宽度留出来。如果你这个宽度变小的话，那你的什么？你转弯的角度就会变成这么直。所以你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什么？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弯了嘛。所以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刚才叫我把杆子拿回去的，它会撞到那一根杆子的原因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这边一个拳头，那边延伸出来跟杆子是不是一个拳头？懂吗？所以你的眼睛第一个要看这个地方，当你开始转的时候，你就要把视线放在这个位置，一个拳头宽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呢，你要把车子保持这个距离，一直开到什么车身的转折处，也就是前轮轴的位置，所以呢，你这时候呢，你的眼睛呢不用看其他的地方，可是这时候你不晓得你的车身是不是正的嘛，所以呢，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要怎样看着它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看着它，然后微微的什么动一下，然后确定什么它没有变化，就把什么看到这个位置。来，各位可以进来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这个位置？懂吗？所以你第一点是不是眼睛看这边？第二点，站板对到这边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对到，转弯，一个拳头，直走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发现？然后再对到，有没有？现在要对到了，所以你要转弯了，一个拳头在哪里？在那根柱子那边。在这一根柱子这边，哦，所以你要把站板这个宽度再缩小到什么一个拳头，哦，这边要移到这边来一个拳头，哦，这时候呢，你出去的位，你出去的位置嘛，如果你你车子如果直直这样子走，很多我们刚刚你们刚刚过来的时候是不是直直这样走？
这时候你就一直很担心这边，一直很担心这边。如果你不担心这边的话呢，你就直接撞；如果你担心的话呢，就是什么，到这边的时候又开始，对不对？整个就卡在这边来了，懂吗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做一个转弯的动作。好，一样。看着那个目标物有没有？方向盘转到底有没有？把它转到一个拳头之后有没有？转到一个拳头之后，这时候呢，我眼睛还是看着那一个拳头的位置，我要把车子什么变正？怎么样变正呢？就转动你的方向盘，有没有？直到什么？它位置没有变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走，走到哪里？走到大概这一根到这边的后轮，到达你的这个目标物的时候，到达这个你看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有没有？这时候你有没有发现，你车身这个地方一点都不用担心了，够宽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的车身也顺势转过来了。而且你刚刚转过来的时候，也会在整两个货架的正中心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也不会偏太外侧，也不会太偏太内侧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这样懂吗？所以我们现在的眼睛刚才是什么？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再看这边，再看那边，再看那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下一个目标物在哪里呢？中间。下一个目标物在哪里？我们要对准这个地方嘛。所以我的车轮轴一定要对准这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预留的宽度要多宽？正本到前轮的位置，好，大概就在这个位置，好，大概就在这个位置，好，这样懂吗？所以呢，当我要转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我要把正板移到什么那个缩到那个位置去？好，这时候呢就转，对不对？转到这个位置。然后就回正，然后到轮胎这边的时候再转一次，这就刚刚了。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前进的时候眼睛就看这四个位置，最后就不用再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帮我把那两根杆子拿走一下。对，那两根对。然后呢？有没有？再慢慢的转，有没有？然后到的时候再转，一个拳头之后再回正，然后就很无聊，尽量靠近那边，然后再回正，再转，然后再回正，然后再转，够，再加油，那不就过了吗？对到转弯一个拳头回正，对不对？对到转弯一个拳头回正，再对到转弯一个拳头回正，转到拳头就到了，前进就到了，理解吗？可以吗？可以没有？他说对到是对到转弯一个拳头，哎，回正。那这个对到是什么？这个对到是哪边对到？前轮轴，一个拳头是什么？站板一个拳头，对不对？回正之后再对到是什么？这边是什么？前轮轴，对不对？一个拳头是什么？站板一个拳头，对不对？回正对到是什么？这就不是前轮喽，后轮哦，后轮的时候呢，哈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再转弯对到那边有没有？一个拳头之后再回正，然后这边呢？对到是哪边？前轮轴，转弯一个拳头回正。好，这样重复这样的动作可以吗？人生好难。来，后退怎么办呢？后退的时候哈，比较麻烦一点，就是说你的轮轴一定要在这个位置上面，好，就这个宽度，你不能退太前面，也不能退太后面。你退太后面的话，你的屁股就会撞到它，有没有？啊，然后呢？这时候呢，你要把车身什么弄成水平的部分，
啊、哦，也就是说什么，车身要过来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车身是平行的，哦，跟货架是平行的，好、哦。假设你确定了你的什么，到这边对不对？这时候呢，你们先把方向盘打到底哦，然后再轻踩油门，然后这时候车子是不是水平的了？这时候呢，哈、哦，回正，因为你们。刚才很下意识的就往这边转，有没有？所以都会往这边靠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呢，你必须要往后推一点。我们因为这个两个窄门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，你太斜的话，那你的安全距离就变少，所以尽量要保持正的，这样是最好。可是这样的一个场地又没有办法是正的过去的，哦，所以呢，你当然要稍微摆个斜度。那这时候呢，你就是从坐在人上面，人坐在上面的时候。看着这根标杆，你只要人过标杆就可以。有没有发现，坐在上面的时候人是过那个标杆的？这时候呢，再把它转到，再开始转啊，转到什么？转到你看到车身移过来，大概距离这一根杆子大概两个拳头宽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这样变成两个拳头宽呢？哦，你还有站板，加一个站。对。因为我们要一个站板宽，我们才能过嘛。可是站板跟车身是两个拳头嘛，所以我们看车身的时候是变两个拳头，看站板的时候就一个拳头，这样知道吗？哦。好。好，开始转。好，就这样子哦。你们可以过来看一下，有没有？车身的前面有没有？哦，这时候你的距离还很长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呢，你就什么，慢慢回正，有没有？距离哈、哦，就跟你们练夜实习一样，慢慢的什么，看着这边的距离，有没有？把它调整到什么？两个拳头宽。哦，大概两个拳头宽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好，到走中心的时候停下来，到走中心的时候停下来。这时候哈、哦，你们可以什么？在这个地方先停下来，啊、哦，这时候呢，唯一要教你们的圈数就是这边，如果你打一圈的话，等一下对出去会刚刚好，你给拿走，啊、哦，有没有？所以我是不是对到这边？这时候呢，我就怎样？方向盘你不管球在哪里哦，哈、哦，这时候呢，打向左一圈，是在这个地方，啊、哦，这时候你把刹车放掉的时候，眼睛看着这个地方，让站板横移过来一圈。我觉得哦，有没有？好，怎么样？移过来一圈，对不对？那这边是不是就不会撞到了？好，我们再看一次。走中心到的时候，有没有左转一圈，然后过来一个拳头，有没有？然后什么再回正，不要碰到就好了。哎、欸，那个，我会变那么快？老师这样子，那个好像奇怪哎、欸。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哈、哦，啊，然后直直的走，有没有？站板脚夹一出。一出了，对不对？这时候、哦、把它打死，有没有？然后轻轻的踩，啊、哦，刚好就是在什么前面，然后再进去。好，这就是后退的动作，这就是后退的动作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看的眼睛是什么？你从这边，哦，首先你要确认你的头中心在这边。那为什么要确认这件事情呢？是因为如果你太后面的话，后面就绑，哦，就后面就撞，哦，推到这边的时候水平，眼睛看着那一根标杆，再打死一次，过来这边的时候，轴中心一个拳头，一圈，一个拳头，站板一出，打死，然后就什么，就回来了。
理解？不知道，反正知道现在知道这个问题嘛，对不对哈？那就这。方向盘打死的时候，车子是不会动的。这时候你要加油门，对不对？没有错吧？好，可是你要回正的时候，你加油，你打死之后，你加完油门之后，你总是要回正吧。可是各位，你们回正会有个问题点，车子会整个冲出去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什么？阻力变小了。对，第一个阻力变小了。第二个什么？油门没放。对，动力太大。有没有？所以你看哦，当你要做转弯的时候，哈，对，很有概念。快看，你看哦，假设我在这边，我把它打死，是不会动了。所以你们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急着去踩刹车，有没有？当你对到的时候，有没有？你转到底，根本就不需要急着去踩刹车，对不对？甚至你还要再踩一点点油门。好，踩完油门之后有没有？哦，对不对？还踩过头，对不对？好，踩完油门不会动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不会动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你是不是要回正？回正的时候记得油门，你要回正方向盘的时候，打死要回正方向盘的，记得你油门第一个要放掉。第二个把刹车含上去，然后再转，就会比较什么轻松。但是如果你什么，你刹车没有半含着，你突然怎样回顺，啊、哦，它就会怎样，就会开始乱撞，懂吗？懂吗？啊、哦，这样子有没有？你突然刹车这样子，然后你就，哎、欸。好，我不会啦，我不会你们那个，我不会你们怎么弄。